点档大戏人气女星张家玮昨天在剧组庆生度过了生日，而剧组惊喜送上巧克力蛋糕一起开心庆祝。在场的演员一听到张家玮32岁了都感到惊讶，因为保养有方的张家玮完全看不出年纪。剧组送上巧克力蛋糕，寿星张家玮笑得合不拢嘴，和工作人员及演员们一起开心庆生。今年32岁了，所以希望32岁，对，32，好年轻哦！一听到张家玮正度过32岁生日，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冻龄且保养有方的张家玮，完全看不出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张家玮也当场说出他的生日愿望：希望我爱的人跟爱我的人，还有现场所有的人啊，还有就是在我生命中的人都能够平安健康。虽然这很俗套，但是平安健康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然后希望大家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好好的工作，然后工作顺利，然后我们的收视长虹。在剧中饰演张家玮妈妈的冰嘉琪也忍不住猛亏张家玮和赖慧如一口同声的催婚，心目中的男朋友赶快出现，赶快出现，赶快出现，嫁出去是好吗？火力不够哎。张家玮也展现诚意，上演喂食秀，显见剧组拍戏拍出好交情。你现在要让我变胖是不是？是没有，你这个水蛇腰就是还有很多空间，因为我把我的养分全部都给他了。张家玮在八点档大戏中演活千金女李文珍，令观众印象深刻，人气不断高涨。星夜的张家玮生日这天也不停歇，忙着拍戏，就是希望兑现自己的生日愿望。八点档大戏收视长虹，民视新闻综合报道。